拜拜。Hi, you're right, babe. 新年快乐，兔年大吉。哇塞，都好好看哦，你们的。你们怎么样啊？栋梁哥，你在北京那个习惯吗？我在杭州了，现在。哦，你已经过去了。对啊，等你啊。哦，那那个呢？雨桐，你那个回北京了吗？我回了。在东北待多长时间了？我在东北待的十多天吧，一天胖一斤。要比胖这事儿，我还当仁不让。你让一让，你让一让，我快上去了。真的不行，我跟你说。你怎么样啊？你今天过了？我今天过的，我想一下啊，年怎么过的来着？放我飞机来着。对不起，东哥。他在上海放我一次飞机，在北京放我一次飞机。这叫放鸽子，哥。哦，叫放鸽子，对。有那不叫飞机。就说你们至今都还没有见面吗？我说这不就见到了吗？哇塞，好期待啊。听说这次回去整个都变了，装修应该 plus 了，是不是豪华富丽堂皇的那种？ Yes。 对呀、啊、宫殿那种宫殿。夜上夜杭州，夜杭州有夜杭州。哎，那你们几号过去啊？栋梁哥现在已经过去了，雨桐什么时候过去？八号。我也八号到。哦 ，Q 到这里了，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一轮可能不能跟大家一起录了，对，然后已经跟节目组子轩请过假了，就是因为我就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医生建议我就是。暂时还是好好休息，不能高强度的熬夜之类的。天哪 ！Yeah, everything is okay, cool. It's not okay. Yeah, everything is okay. 哎呦哎呦呦呦！造型不能垮啊！哎呦。那你请了多长时间假？我不知道呀，看医生，然后就再复查呗。医生怎么说了？反正你们没问题的。好吧，我只能说等你回来了，你好好养病啊。但是一定要回来哦，你刚刚说一轮了，一轮你就只能离开一轮了。一轮吗？可以离开两轮吗？揍你。想死你们，我就一轮好不好？一轮之后咱们再相会，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不是带了一个礼物吗？我们再回去的时候会把这些有一点看似破碎美的东西带回一个新升级的十七号音乐仓库，但是我这一轮回不去了。我当时带的是我们的景甜的标牌。我把景甜带走，我觉得特别好。咱们得把景甜带走呀，他得跟着咱们十七号音乐仓库一直走下去啊。所以我拜托我亲爱的何洁姐姐帮我把我那块标牌也一起带回去吧，代替我帮我拎回去先。好啊。那我们九号除了默默，我们其他三人早上的十点在东朝园区集合。好吧，那我们就杭州见了。拜拜啦，拜拜啦各位。我在杭州等你们。